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2月9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我们要恭喜摩羯座的朋友们。我们在工作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瓶颈跟困境，但是呢，突然出现的一些这种 idea 会让我们顺利的解决工作上面的问题。牡羊座的朋友们哈，我们能够在跟恋人相处之间会有一些新的创意，一些小小的惊喜，让我们两个人的恋情更加的甜蜜顺畅了。双鱼座的朋友们，对于我们一些这种投资理财方面哈，最近真的是财运非常的旺，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。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星座，我们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，可能家中的气氛会有一点压抑的情况，让我们也觉得好像有一点沉闷。以及狮子座的朋友们，最近工作上面的压力比较大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这方面要多多的注意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浅灰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蓝色。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白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绿色。